走到秦威前档位的位置，先把这里停下来。 这里来到这个位置。 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锁啊，这是锁。就是把这个线。这是锁钥匙，你把右手，好，这个都就可以了。电压怎么了？你下转，啊，你把一下这个。红外风扇要开起来，然后红外灯管开起来。加温。
木底座按一下推一点，白色的按进推一点，差不多一点五倍的，一点五倍是0.697，106。开了吗？哎，就开了。加热开，抽风开，十热到的哦。打开，离了的手指加数据来。按了，已经按了呀，在这里，已经按了。Thank you.